时候李梅珍之所以那么的这让人家觉得这么 shock 的原因，是因为其实是民进党蛮有节奏去处理李梅珍的事情嘛。一开始先拿出三页，然后呢，这个伟哲兄。指责兄就说：“怎么可能只抄三页？要抄抄一本。”然后隔天发现真的抄一本，真的抄一本，抄97页。哦，对了，就真的是越来越有戏。结果呢，大家记忆深刻嘛，然后越来要抄，不可能只抄三页，要我抄一本。隔天发现里面真的抄一本嘛，然后呢？